真的很热，有点中暑。我今天我们早上的时候，早上六点，就在东大的那个练团室那边开始练团。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练团，也是最后一次练团。所以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平常都有在上班的工作，那就没什么时间了，那就练团。那这一个下一首歌曲呢？为你们演唱这个80年代一部很有名的电影，台湾的电影叫做《搭错车》，为你们演唱这首《酒干倘卖无》。20年前。
接下来这首歌呢？